朋友们今天去参加奖吗？其实我今天要去浙江的，要去嘉兴的，嘉兴那边房间的都订好了，票都买好了，但是呢那边通知说如果你过去的话隔离三天，或者是你就别来了，来的话住酒店也住不了。后来我就把嘉兴的票给退了，之后呢我又订慈溪的票，慈溪呢归宁波管，这个时候去宁波的话也不是好时间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基本上就不能出上海了这几天啊，就去滴水湖吧，我离滴水湖还是很远的，所以呢去滴水湖那边呢可能会在朱家角落脚，在那边订个民宿啊什么的凑合一晚什么，要不来回走来走去挺折腾的。我带了点日用品，也就是一两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洗漱用品，今天就不能回去了。终于看到上海的农村了啊，青浦。要比市区冷一些，温度至少低个5度吧，一走到这儿凉飕飕的，在市区穿这身还出汗呢，幸好我多穿点衣服。以前来过朱家角啊，但是那时候粗心了，光导航朱家角这地方了，忘记导航它是什么区了啊。其实朱家角原来是青浦，我经常说我没去过青浦区，去过青浦。哎呀喂，丢人啊！我先找个地方落脚。其实我不管是来青浦还是去其他的城市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到这边呢是乘地铁，去其他地方呢是乘火车或者是乘飞机，只能在这边落脚，因为太远了。如果一天往返的话，我觉得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，你根本没办法定下心来好好去玩，再加上有时候天气也不好啊，修心养性。青浦真好啊，有树有水。小菜呢，这是自家种的。慢一点，不带你不一步一步走，把这磨嘴磨嘴也来。这自己种的呀？对对对，卡七个这是卡七的了，不得了。哦，香菜。你要哪个？我先看看，我是没地方烧，主要是，要不然就买了。这个那么。这香菜一看就好呀。这没摘的呀，你把它冰箱切完，把冰箱里摘到了，都不干什么。那个倒是。说掏了。是的，又嫩，多嫩呀！哎，每一步呢是2块。一把2块，三步那是5块，5块三把。啊，对了，这南瓜也好，你看，南瓜也都是好的，熟的透透的。不是还好，熟的这个南瓜都好。嗯，还丝瓜，还得吃的哦。每天都在这边吗？啊，明天不来了。哦，明天不来了。好，你今天要不要回来买一点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区的呀，我这买了，我没办法带啊。那小菜真好呀，香菜好香啊，很嫩的。不像其他地方菜市场打水了什么的，就喜欢买这种小菜。我想去的地方呢是淀山湖，但是淀山湖那边哈没有住宿的地方，即便有，这价格高得不得了，都是400块钱朝上的，吃的也不方便，所以啊，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我在朱家角这地方找个住宿的地方，这地方吃也不愁了，这边有个古镇，你可以到古镇吃，到，随便周围边上都有吃的。也不贵，这个地方的消费水准呢，应该跟，哎呀，这个不能乱说哈，还是比江苏高一点点。如果去苏州的话，可能住的地方，同等条件的地方的话哈，要苏州要便宜点。但是苏州没什么好玩的呀，最主要是我现在也离不开上海，离开上海，
不是去了被隔三天，就是回来，哎，不方便，各种各样的不方便。不是我虚伪啊，真的到了青浦这边，因为人少嘛，哎呀，立马感觉到好舒服呀。这边有三轮车，带你一圈，多少钱？我记得咱们去年来的时候，还是前年来的时候，这边正好搭架子，就是在重整那门面呢，现在都弄好了，昆山澳洲面，肯定是偏甜的那种。你看这边全是小吃，哎呦，全是面馆啊！哎，这是朱家角的菜市场，关门了这边。有空带你们看看这边菜市场，看卖什么。你像有的靠江边的地方哈，那菜市场卖的就是水产品，比较多，就是长江里面的鱼、虾什么的。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点，有空带你们看啊。白切羊肉，我喜欢的。这个紫苑百味鸡里边，藤椒鸡也不错。这潮州鹅这家的口水鸡特别好吃，哎，特别好吃。我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吧。这边还有北京烤鸭，哎呀，正合我意。进了个房间，下去看看。都是小户型，小房型。这是靠河边的，随便找了一个宾馆啊。上海的物价确实是不低呀、啊，就这么远郊的地方，160多，这房间小的非常的小。这跟苏州的性价比差远了。苏州要是花168，那得豪华大床房，面积都4多平方。看来上海物价还是高啊。给你们看看我160多订的房间吧，我也不想找了，因为都差不多。你要说条件好不好，好肯定也有，就价格挺贵的。我呢就是过来将就一晚上两晚上的，一看这条件，我估计两晚上坚持不了，明天就得往回跑，有可能啊。然后这房间的配套啊，电视我基本上不用了啊，有空调还挺好，没有水。这是干嘛的？这里面是什么？仓鼠零售啊，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一个水壶，一会儿我还得买点水喝去。然后就是一个床，灯还挺亮啊，啥也没有啊。哎呀，想呼吸，我去，我还以为不好意思啊，拍到人家随地大小便了。那白衣服钓鱼的大哥在那随地大小便，往水里尿，尿完之后继续钓。这个宾馆是个老宾馆了，就是房间里面有很大的味道，包括走廊，熏得有点恶心了都。也就是年头多了，宾馆都有这味道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。这是我带的洗漱用品，先放桌子上吧。哎，我这帽子、这纸壳我都没扔，挂的。这房间10个平方都不到，但是这张床倒挺大的，一进门就上床。你找了一个有窗的房间，这有窗最起码能透透空气呀、啊，而且还是一条河。不好意思啊，拍到人家随地大小便了。那白衣服钓鱼的大哥在那随地大小便，往水里尿，尿完之后继续钓。不能说宾馆的环境怎么样，只能说我花160多哈。在上海的远郊只能订到这样的房间，能体现出上海的物价和外地的物价相比较之下，哈，谁高谁低。